应该就是要去到运送这个的图鉴，然后去到这个洞穴道进行我们的旅程啦。是不是这个啊？上次有人挡住了在这里。啊，在这里了应该。哇，有些岩石是的。咁啊，对我嚟讲冇咩问题啦，基本上天哑铃嚟讲，好呢个做咩啊？冇咩特别，讲一啲普通嘢。哇，格斗系冇咩特别，我都唔系好想打格斗，系有啲危险，因为 ，OK， 呢个咩牌？呢只我哋撞死佢啦，飞沙脚对面，呢个咩？training 加小 tips 可以攞到呢一个嘅，哦唔系喎，呢一个系可以 exp point 系经验，佢讲啲经验值嘅嘢喎，呢个系。哦 ，OK， 佢呢度咧就讲咗咧，你可以用，即系你可以透过战斗去获得经验值啦，然之后咧经验值可以令你强大，之后咧你可以用一啲经验值嘅道具，譬如系啲学习装置嘢咧嚟 share 一啲分 share 一啲经验咁样啦吓，大概就系讲呢啲嘢啦。咁的而且确呢啲新手需要知道嘅嘢嚟嘅。哇，开始唔系好掂喎，铁哑铃冇办法一下打死人，唔系啊嘛？哇，加特工减防啊，唔系好想要添，即刻。即刻想抌咗佢，点搞啊？逃脱绳，我觉得好快要死啦！全部都系兵系嘅 ，OK， 乜都冇喎、啊，啊唔系有？咦，佢有？哦，佢俾咗锻炼器俾我，竟然俾咗锻炼器啊！呢个系嗰个蛋系咩事？哦，可以帮我回血嘅 ，OK， 几好喎，几好喎。咁我哋可以打下啲训练家喺度，顺便清晒啦呢度啲训练家。海炮球啊，水兵系，啊呢嘢就 OK 啦，打佢。15呢，金属怪好似都要30几40呢先进化金属怪。OK。诶，劲敌喎！啊，系啊，呢、這个先系我哋嘅劲敌啊 ，OK。我哋而家咧就送呢一个嘅图鉴俾佢啦，吓冇咩特别。嗯，哇，俾啲唔知咩俾我，俾啲嘢食啊。交咗个图鉴俾佢啦，呢条友佢就话佢唔记得咗拎呢个，冇呢个图鉴啊，佢就话。Let's battle 喎，佢话唔知道你有冇捉啲好嘅精灵喎，即刻同我打喎 ，OK。唔知道会输咧，哇！输得输硬喺度，佢反击输硬，因为佢个鲨鱼皮太劲，我哋先用闪光降低佢个命中率先啦，唯有。大家睇下鲨鱼皮几劲，我谂如果你即系如果你唔食药，你一开头已经输咗啦，我觉得唔食药应该真系赢唔到啊。OK， 好 ，if I gonna kill take it。佢话如果走唔到嘅话，佢就会用呢一个东西嘅。喂、欸，防尘护目镜喎、啊，呢、這个系。Just like in my home， 佢就话好似我个之前我嘅家乡啊，丰原地区咁样咧。呢一度咧有八个道馆喺呢一度啦吓。如果你能够打赢佢咧，就可以成为一个更加强大嘅精灵，然之后咧去挑战呢一个嘅咩塔啦。佢就话嗰个馆主会用睡眠粉哦 ，OK，good luck， 睡眠粉啊 ，OK， 哇，咁呢度都冇咩特别大嘅英文特别，我哋就唔特别去译啦 ，OK， 我净系睇得到佢就有一个特别标记咗系睡眠粉呢个东西。咁应该第一个道馆就系草系精灵啊，即系草系馆主啊，应该系啩？好相约。OK， 我哋成功嚟到出洞口啦，欧维，我哋嘅靓仔们，我哋下一个行动咧就系、是、要去到呢一个狮子头呢个地方啦，吓、啊，然之后揾一个唔知咩目标系啦 ，OK。
我咪讲得好清楚就话 move out 吓、啊，大概活动就系咁啦吓。你咪穿过咗呢个洞穴咯，就话话帮我回血喎，咁好嘅佢 safe auto safe。点解呢度有只 3D 龙？哦，咩嚟噶 ？System open move item。我呢个系精灵箱啊，当系。几特别喎、啊！我一隻精灵都未捉喎、啊，系咪应该去捉精灵？但系冰蟹我又唔系好想捉喎、啊。如果你认真咁玩嘅话，其实真系即系唔系认真咁玩，即系你属性上嚟讲，冰蟹实在太渣啦，真系唔应该用冰蟹。冰蟹真系渣得好紧要，系尤其是冇一隻劲嘅冰蟹咯，除咗长毛象咯，但系长毛象都需要啲时间去培养。OK。呢、這个唔使打，讲咩佢？我唔理佢啦。呢个点解会系呢啲噶？冇忌打喎呢只，呢只都还好，你有路都还好啊！即刻翻回先。OK， 呢边咧？呢边咩地方嚟噶？开始有啲普通精灵喺度出现。这个是这个是啄木鸟嘛，好像是。哇，在好拉油都有。哎，到了到了，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要到达的城镇。这个是火鸟、哦。那有机会他们那些那个反派应该是又是想捉火鸟啦，我估啦。因为我都不是很清楚他的剧情。这里有人挡路，这个是什么人来的？I'm sorry, but you can. 你唔可以入去喎，话。Try taking on the. OK， 佢就话要去到嗰个道馆入面，系啦。呢个啊，系啦，咁啊，真系草系嘅道馆啦，哇，几特别咯，草系道馆，同埋嗰啲声咧系有啲唔同咯，教大声听下先。OK。哇！佢有个迷雾喺度，迷雾嘅天气、哦，迷雾嘅天气系有咩用啊？迷雾嘅天气系清状态啊，定还是命中率降低？哇！哇唔够打啊，黐线，打唔中佢，系嘛？哇！黐线，我争啲输哦，田亚玲，唔得唔得唔得，我要捉一啲精灵咯，依家如果唔系死紧呢度。啊！费事系咁死，呢度系咪冇 PC？ 点解唔觉眼有 PC 嘅呢个位 ？PC 喺边度啊？哦，有啦有啦，见到啦。然之后我哋睇下商店有啲咩先。佢呢个音乐好似有改到，呢啲好似同平时嗰啲唔系好相似啊嘛。呢啲打咗啦，呢啲顺便睇下有啲咩精灵可以实用到啦。哇，唔系话大牙你都打死我，阴公田亚玲真系，即系就算呢啲准神级嘅精灵咧，一开头都系废嘅，一开头都系废嘅，好老实讲，有啲劲啲嘅精灵可以俾我用，降系打唔入水啊，好白痴。系咁加工钉，诶、欸，蚊香蝌蚪想要蚊香蝌蚪，其实都大力蛙，大力蛙水格斗，我系要啦，捉一只啦吓，水系我谂唔到用啲咩，其实都一系就头先系海鸥，喂，哇呢只劲，喂捉呢只掂，捉呢只，捉呢只，呢只都捉埋。我完美超劲，我队即刻超劲，我队加速减特防，加攻减速啊！哇，即刻玩完，加攻减速即刻玩完，捉多只啦！既然系咁，拣一好少少嘅得唔得啦？加特防减攻，哎呢只掂，呢只掂啊！咁我哋可以走啦，走一走先。
然之后再打一打啦，应该就都够打嘅，我估。哦，佢呢个 BGM 有啲唔同，我呢个自己教过嚟个 BGM 系，好明显听得出，好明显听得出系教过嚟。应该真系所有嗰啲命中率会降低咯，喺呢个迷雾状态下，好似打唔中人咁样。影子分身啊，哦唔系，呢个系双重拍击嘅，呢个系。这个是普通技，这个是睡眠。哇，这个废技，用抌走呢招。花椰喉，哇麻痹，顶住啊铁哑铃 ！Oh no， 铁哑铃要输啦！铁哑铃真的输了，应该都赢到的，因为佢冇草技应该掂。哎，我哋而家已经有學習装置啊，系佢而家成队都一起教，几好几好。抌咗呢招啦，呢招玩泥冇乜用。得，做啲咩地方可以行？呢、這个有啲咩道具？之后咧，我哋可以打下上面嗰个训练家，头先大牙你嗰、那个，我哋可以上去教训下佢。呢、這个我觉得用呢隻同埋呢两隻应该 OK， 好，应该打得赢嘅两隻。嘣！哇，系冇打中定系咩啊？连续两次冇打中，真定假？哇！又输呢度，俾你推石推死嘅要，唉、哎，中唔到，玩完，低能，黐线，点解可以唔中啊？吓？会地弹、哦，六十八十五命中，唔系咁智障话、啊，佢咁样一嘢推岩推死晒我成队，劲过分啦、啊！哇，佢每下都仲系什么回事啊？终于中啦，我都大家一齐瞓觉，天哑铃。终于赢到佢啦，黐筋嘅。就算用铁哑铃呢啲神兽级嘅开局咧，都系打唔即面对住啲大牙，你都系赢唔到咯。因为佢降属性技能咧，打佢半减咗，所以劲辛苦打得呢度。呢度仲有，我哋照用铁哑铃先啦。嚟打打呢啲，点打呢只？铁哑铃点打呢一只嘢？呢招要啦，呢招地弹呢招要有。嗱、啊，呢就可以用降技打啦。然之后睇下有冇啲新精灵可以捉下啦。精灵唔多劲，呢啲全部都系水系嘅，全部都系水系喎，真系。哦，外兽花园啊，文望啊，妖精系、啊、雷飞呢、啊、只，雷飞其实 O K 嘅，我觉得雷飞行 O K 啊，捉一只捉一捉啦，哇超好，睇睇先，雷飞行，哇加防减特防，有招飞行技。再嚟一隻好，我哋再捉多隻技能咁。哇，唔系话咁都捉唔到。哇，哇，真定假啊？咁难捉咩你？抌晒啲精灵球咯。呢只唔知咩仙子呢只系，我哋翻去买一买精灵球啦。既然系咁，我哋要捉啲多打击面嘅精灵啦，即系譬如头先嗰只雷飞咧，其实可以打好多道馆嘅，其实可以打好多道馆雷飞，我哋一定要捉多只呢度。文望我哋唔要，嚟一只啦，大佬，嚟啦嚟啦 ，Helping Hand，
得搞掂。哇，佢都有，佢都有呢个抌泥喎，95命中减速度，唔要呢招啦。哇，空切啊，劲喎，空切，点会有空切呢招技？我哋可以翻去睇一睇我哋嘅精灵啦，跟住咧。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，我哋先睇一睇佢嗰个嘅能力值去到边度先。咦，喺身上啊，系喎，加速减防啊 ，OK， 我觉得都可以嘅，都可以嘅。咁我哋抌走呢一只啦，呢只唔要啦。佢身上嗰个系咪咩花蜜之类嘅嘢？呢个咩嚟噶？呢个系蜜糖啊嘛，应该系蜜糖。OK， 好啦，咁我哋今集玩住咁多先，我哋下集再挑战埋呢个馆主，应该够打。我哋有只飞行系，即刻易打好多。好啦，拜拜各位。